如果他按这个，他呼吸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叫他按回这个，按这个E、N、M、M5这个。嗯。喏，按，就按这个，按这个，按这个回来，再转身。喏。 推在这里推，你按嘛？推，推你就按，它的胃按得动，全部按得动啊。对，如果你按这个，全部是 M， 你怎么按？你按不动，就第一次就在按这个。嗯。按这个 E N， 按这个 M， 这个，就会呼吸的人。如果你按这个。 按这个五个人，他认为他外面那个间距的五个人嘛，你按这个他不去按不了，怎么按不了啊？